七十二般变化的本领，能上天，能入地，能下海，能导火，哪儿都能去得。哦，对，东海龙王兵器不少。就是，真的，真的。如此，俺老孙就去走一遭。 这兵器全部重用，不重用。这，上仙稍待。稍待。就是神铁。再短些，再细些才好。哦，哎，再短些，再细些。哎。 哦，再短些，再细些。哎，哎呦，大王，你真漂亮，大王真漂亮，你太漂亮了！大王，你这身披挂真不错，怎么没有兵器呀？兵器。 老龙王的，也不知在海葬里放了几百年，他叫如意金箍棒。如意金箍棒，变大了！小了，这个不算大，还能变得更大的呢。看我变啊，大，再大。
我怎么到了这儿来了？孙悟空！俺老孙超出三界之外，不在五行之中，他怎么派人来抓我？生死簿来我看。这个老头，你从哪儿来？天上来。老天使，你找我作甚？上天做官。是是。不瞒你说，俺老孙这几日还正想上天走走呢。灵石啊！正合俺老孙意。孙悟空，你可愿做个弼马温吗？愿意，愿意。好，就命孙悟空，御马监任职。多谢了，多谢了。原来你是天蓬元帅，少见少见，我乃新任天官弼马温大人。孙悟空，天河界内水藻丰盛，正好放马。我倒要领教领教。竟敢在俺老孙面前抖威风，我弼马温大人就该教训教训你。哦，不知羞耻。过来过来，
过来。他刚才说什么？他说您是不如流的小小弼马温。不如流是极品官衔。就是小的没品。没品？对对对。没品的官衔可是大到了极点啊。大人，过来，快过来说，过来说。来说说，就是小到极点了啊。就是养马的头儿，原来你是保我当个马夫。要按玉帝的旨意，就该派天兵下界了。大王回来了！大王回来了！大王回来了！怎么样？你们过得怎么样啊？大王，你去了多长时间了？哎，半个月。天上半个月，世上就一年。哎，大王，玉帝封你什么官啊？什么官？活活羞煞人！那玉帝老儿不会用人，封了我个弼马温。弼马温，大官吧？原来是个养马的。老孙一气之下，就回这花果山来了。大王，回来的好，回来的好，在这洞天之地称王，何必给他们养马呢？大王，你受委屈了。依我看，凭你的本事就做那个齐天大圣，有何不可？齐天大圣，与天高，与地齐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就做个齐天大圣。孩儿们，从今往后不许再叫我大王，要叫我齐天大圣。